英方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，执意在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问题上搞政治操弄，公然违背承诺，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横加干涉。中方对此坚决反对。由于英方违反承诺在先，中方将考虑不承认。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，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。